我4年在中国生了3个孩子，从孩子生下来到现在，时间过太快了，一转眼老三都2岁了。今天正好他的生日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卢卡斯的生日。我们又去吃什么？披萨自助。你这吃啥呢呀？这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巧克力呀，那是。不是，不是，那是啥？那是外边的嘎嘎。外边的嘎嘎。美女，我们是不是推荐的是？嗯，没有，还是。妈妈。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丹尼尔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要喝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边拿刀，再不吃鸡了，都免鸡了，不吃。不吃，不吃。你小心了，你小心了，吃鸡了。我要喝。安娜，一块儿，一块儿吃来。来。哦。今天我又去了我的朋友。伊琳娜，还有她的女儿吉米呀，厉害！你不是不吃肉吗？咋只开鸡块了就？我中半就吃鸡块了。中半时候就吃鸡块了，啊，明白。够不够？够了。啊？够了，还要啥？榴莲披萨要不要了？米也要吃啥呀？这面也不止，意大利面。哦，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。Pan pizza asturiana。Да, много. А, люлиан пицца, вот это ай. Вен чилай что? Чи чилай ща?不难吃是吧？如果煮的吃我不吃，煮的吃不吃就是这个炸的吃。我们这农民吃啥？就是外边。乌克兰吃法是不是？这个，这个，好香呀！好香呀！你要不要学姥姥那样用乌克兰吃法吃吃披萨？我的小孩不能吃。不能用刀，小孩不能用刀，那我给你拿个叉子，要不要？叉子能切了。叉子，叉起来拿嘴咬。哎，我就是。在哪里？我们要切一块一块一块的切。你要一块一块的切开，那样好吃呀。啊，太苦，不能苦水，但是我都不能比醋苦水。那是那是啊，你笑。丹尼尔，卢卡斯干杯！祝啥？祝卢卢什么呀？生日快乐！祝他玩积木。嗯。要祝他玩积木。玩积木。啊。我们自己起的名叫玩具屋，是不是？人家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地方。来，我看看安娜的嘴，吃的像一只小花猫，是不是？露露跟你一样喜欢吃炸薯条。我知道哪里有酒，我给你去拿。去哪？你到哪儿拿去？这个吧。嗯。厉害，你咋知道那儿有酒的？我以前到那挖冰淇淋的时候就看见了啊。祝露露生日快乐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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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娜给你的玉米寿司，咋吃呀？咋吃就拿手吃吧。你是不是也想让姥姥那个拿个刀刀切一下？不用刀刀。拿手时候吃吧，就拿上啊！现在是你的答案。好像给小花猫。
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看看看看这俩吃的都一样样的，便宜好不好吃？这特别喜欢吃榴莲披萨，我觉得只在中国可以吃榴莲披萨，别的国家都没有。中国式披萨，哎，那你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你接下来要去哪玩了？已经到晚接我了，已经也是这种粉色啥的。好吧，你要弄什么颜？弄什么形状呀？碗。碗。做个饭，我要开始玩。再吃幸福面团粉，再补上了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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